脚跟拿起武器，心中慢慢战斗力。第一名是孟美岐，同时恭喜吴宣仪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，你的总点赞数是，恭喜杨少爷获得第三名。段奥娟。Yummy! 赖美岐，子宁。他是李子廷。傅菁。徐梦洁。青春就算受一点伤，还是要去闯，我是自己的未来，是自己的话，有时当我有点寂寞，我看看身旁，知道还有人懂我，就这样我们成为一个发光的星球，终于能够为自己照亮一个梦，来拯救你，化身成战衣，哦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女的，这音乐的力量，现在起我听你，哦哦哦啦啦啦啦啦。脚跟拿起武器，心中慢慢颤抖。赏心锦三月。